他好，可以开始了。他要唱那个《西班牙准备好的时候》，需要拍手的那种吗？我们要拍手的吗？拍手，不不不，拍手啊！先欢迎，不是要节拍，要节拍的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来，大家，大北，马里亚马卡帕布林，就是说 hello， everyone， good afternoon 的意思哈，我们是希腊雅族的，在这边哈，艾小姐啊，她是我们希腊雅族之花，好吗？真的啦，是真的希腊雅族，我真的是希腊雅族啦，真的啦，真的真的，啊，那这是一个，因为希腊雅族人呢，他们去这个以前在那个狩猎之前呢，他们都。也是要会看注意看那种鸟啊，会这样飞下来，要看它整这个鸟的整体的这种体态等等，就决定说今天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丰收。那我们可以那个，就算我在山中呢哈，最近遇到这只鸟，因为我们要去狩猎哈。卡姆侬朗库基达朗杜布，尼基坦达萨萨基亚耶。因为我好几首了哈，所以我必须把它切短一点了，好不好？讲到那个 punchline 重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在山中，算是那个。他可以直播吗？当然，就是直接就是啊，可以直播。好，就在山中遇到一只那个小鸟。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，因为今天很高兴遇到，很多新的朋友嘛，哈、哦，就是在说那个嗨，很高兴遇到你这样哈、哦，那大家今天开始在当好朋友。大北大北马里扬瓦基，马库达达拉达达拉马拉卡库马朗伊姆面。就是今天很高兴看到大家，有点像 Costco 了。跟希腊雅学的好，那再来就一首，就是说，因为慢慢的汉人哈、啊、都进来到我们原住民的社会里面嘛，好，那汉人因为有这个荷兰人，还有这个汉人慢慢进来，就是开始要怎样，比较现代化一点啊。那当然淳朴的生活没有不好，就是说有些东西要开始现代化是必要的，必然的，必要的罪恶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教大家怎样，就是来到这个希腊雅，他们也会开学校，然后大家来这边念书，好，要一样。荷兰人呢，有帮希腊雅人写了这个用罗马字写的这个文字，好，从此这个我们希腊雅人就文字可以流传下来。以前都只有口述而已，对，后来就变成有文字写，好，这他就鼓励大家所有的这希腊雅小朋友呢，哈，都还有爸爸妈妈都一起来参与，来这个学堂门口开希腊雅学堂，哈。你年纪阿基欧尼戴姆，都帮你拍照啊。你年纪阿基欧尼戴姆，你的手机好远啊，你帮我拍照。马斯苏阿苏穆拉阿古丁纳阿巴，马斯苏阿基马阿尼基斯卡马卡西拉雅，就大家来学希腊雅语，听读说学，听读说写都要学这样。好，以上谢谢各位的。谁有才华的？太棒了！我怎么认识你弟，不认识你啊？没有，你认识他很好。他怎么没有来？他不想来。Cheers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确认一下。对。金明，平淡一点。金明，这个最后的那个，我要我吗？对，这个太甜了，太甜。说有 B 群。对啊。你喝吗？就是商品设计真的很完整，然后为什么要气泡？就是 B 群的味道是很重，对，所以它必须要很贴心的用气泡来让你忽略掉那个味道，对，就完全的照顾你，顶级的呵护，对。不然交给易阳吧，要先交给易阳嘛。对，怎么会这么顺？我知道，你拿 A 还是 OK， 换我唱歌了。对，谢谢三位。觉得相见恨晚。不要这样。对呀，都有机会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真的。对呀。我现在是来替代 Kevin， 因为他结婚了，他不方便，我来替代。叫大家女儿出来。好的。他听不准我跟他女儿说话，要女儿跟我小我20岁。而且他还跟你讲说要教什么？对，要教我的。对，等一下就是这样。我要走了。拜拜。好。他下次我们活动再约你。好，我都不一定。我们今天每个人要小朋友300，对，500吗？我忘了。给那个 Wilson。
开始有自己的衣橱。你要很不拉到底，很不拉到底。台庸哦。超像我都可以了，我们等一下，你有急着走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再一起。有学去学美甲，后来就没有参观，就会聊半天。不一定，材料成本。活动都比较比较多朋友，我喜欢聚会。那个接，像那个主厨们也会一次，都我的，很多业界的一些。我没想到我们的那个民谣这么好听呢，对呀，我们是很有水准的民族。